大家好，今天带大家一起去诊所做 TB test 啦。 TB test 需要在指定的诊所里面进行，我会将详细的资料放在下面的 info box。 今次呢，我就预约了位于金钟的卓健医疗中心，走去 C2 出口之后再走多4分钟就到了。大家记得呢，去做检查之前要带备以下所需要的文件。到了之后呢，就要排队做回个登记先的。当日的人流都不算太多，等一阵就到我了。登记完之后呢，就要填写回个人资料，填好就交回给职员。然后呢，就等叫名给钱，价钱就是1000元的。给完钱之后呢，就等叫名去照 X 光。照完 X 光就等见医生，医生呢就会问回一些很简单的问题的。完成所有程序就将文件交回去登记处，整个过程呢就大约需要个半钟头，大家记得要预留充足的时间去做检查。报告呢就需要大概7个工作天去诊所那里领取回。提提大家，报告有效期呢只有6个月的。以上就是 TB test 的流程了，其实呢都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。最后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将会分享更加多英国签证的资讯，有兴趣的记得给个 like 和订阅我这个 channel 啦。